姐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要以我的性子，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。但是大姐不行，她觉得他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，也只有这样。 才能使他欢喜。好，姐想要的，我由着他。再找名医，总有希望。只凭医术，怕是无力回天。还有别的可能。 李信神成名数十载，未见老太。王仙芝号称天下第二，以进一甲子，依旧如同中年。他们或许有法子。那我去找老头，我跟他说。算了，是我想错了。人家是剑神，又不是医神。嗨。 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。